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勇士，顶礼众生达闻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悲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所则缘皆如来真实义，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好，我们下面继续，学习如菩萨心轮善说海。那么这个如菩萨心轮善说海，前两天我们已经讲到了。一环供养当中的，这个，一环供养全部已经讲完了啊，一环供养，讲完了中间呢，就是大家开金刚萨埵法会，然后也听了几天，那么现在呢，也开始宣讲这部论典，那么开金刚萨埵法会的时候呢，也是要求大家。念那个40万遍金刚萨埵心咒，我想这一点呢，当然你参加这个法会也好，没有这个参加法会的话，最好你们自己让念诵，如果能念诵参这个金刚萨埵40万遍的话呢，那么我们相续当中的罪全部得以清净，这一点是佛陀在这个佛经当中有明显的宣讲。所以作为我们一般的修行人来讲，没有造恶业是不可能的，一定是有很多很多的恶业啊，就是也就是说自己想得起来的想不起来的这些罪业肯定会就是造过。如果造了这些罪业呢，我们能不能成就非常困难的。所以作为有智慧的人来讲，忏悔业障啊，就是忏悔业障，这一点是相当的重要。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就开始讲这部如菩萨心轮。那么如菩萨心轮的宣讲方式啊，以后的这种宣讲方式呢，我想主要是在诵词上讲，然诵文上讲完了以后呢，实际上我根据这个无著菩萨的三说海的内容，他的科判，他的次第来进行宣讲，然后这个他的这个诗文呢，就是不一定一个一个的我读下去，因为我们还要考虑到一些时间呢，考虑到一些里面所讲的内容啊，就因为我从诵词上讲一遍，然后再读一遍讲义的话呢，有时候这个往往都是一个仪式，这样呢，我想你下面理解的时候呢，也可能没有多大的必要，就是希望你们呢。最好就是按这个诵词的意义是根据无著菩萨是如何解释的，其他的大德们或者是其他的这个著述当中是如何解释的，这方面你们自己好好的分析啊，就是好好的分析。那么我们今天说讲的内容呢，就是我们这个供养啊，就是供养里面前面已经讲了，就是真实的供养，真实的供养当中呢，有助人的供养和无有助人的供养，同时也讲了一环供养。然后现在呢，第四个问题已经讲了，讲的这个发愿啊供养，发愿供养。那么这样的发愿供养呢，实际上就是我们。也不用买什么东西，也不是戏里面就是什么幻化一个公平呢，不是这样的，应该就是发自己的愿。发愿跟这个一环呢还是有一定的差别，有什么样的差别呢？比如说一环的话呢，我就心里面就是发出就幻化出什么什么样的供品呢，然后就是进行供养。他这里的这种这个供养发愿的这种供养呢，我就心里面就是发愿就是在世界上的所有的这个众生呢，就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呢让他获得快乐。那么这个是我发自内心的，就是发这样的愿，让他一定要获得如是如是的快乐，熄灭了如是如是的这个痛苦，就是这样来发愿。或者是在三宝所依面前呢，就是降下这个珍宝的玉啊，就是鲜花玉啊等等，就是下面所讲的内容是这样的。那么宋词当中这样说的，别次以献供，愿以每个月，资源又勤苦，乐云常驻留。他这里这个宋词当中呢，就是别次是指的是就是除了就是我们上面所讲的意外，因为前面讲的一环供养啊等等，就是这些供养。那么除了这些供养以外的，我们
也应该在这个诸佛菩萨面前，或者是所有的这个供养对境面前呢，供养什么样的供品呢？就是与耳动听的啊，就是特别感人，就是震撼人心的这样的一些就是歌声啊，就是赞美的这种歌声的歌声啊，或者是音乐啊等等，就是这些呢，就我们就是进行供养啊。当然，我们这样的这种供品当中呢，也有各种供品，比如说这个现在的一些乐器啊、歌声啊，尤其是这个一些那个器乐的话呢，就是比如说敲鼓、吹锣等等，就是这样的这种声音、苗音呢，也可以供养诸佛菩萨。然后人们呢，就是在这个课里面就是吟唱的就是一些比如说实践当中，现在很多的这种歌戏呢，就是他们唱的特别好听。那么人们呢也是喜欢就是这种歌声。那么这种歌声呢，也可以就是供养这个诸佛菩萨，或者呢通过这样的这个音乐，通过这样的这个苗音歌声呢，让我们天下的所有的这个众生，他们的相续当中的贪嗔痴的烦恼，以及三毒所生的行苦、边苦，以及这个怀苦等等，所有的这些根本痛苦和烦恼痛苦，根本痛苦和分支痛苦，全部就是熄灭，就是让这些众生呢，就经常沉溺在一种快乐的这个生活当中，也就是说，就是对这些众生带来的这种快乐的吉祥鱼呢，永远就是驻留，就是永远呢，就是在他们面前就是生存，那么我们心里这样的发愿呢，就是有没有这个力量呢？有很大的这个力量。我们随时的是这样想，我今天听到一个什么歌声呢？听到一些音乐是声音呢？或者包括自己在这个看书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怎么说啊？就是有时候。那就是有一些这个佛教的一些这个阿弥陀佛啊等等一些这样的这种收音录音的声音呢、那么这些声音呢，就是全部心里呢，就是就观想啊，就观想，就是让诸佛菩萨升起这个欢喜心，让众生的所有的痛苦呢，就是全部这个熄灭啊，就这样来观想。比如说我们以前拜经当中呢，也是有这样的，当时释迦牟尼佛就是入定于火瑜伽啊，就是这个火瑜伽的时候呢，有一个第十天呢，他带着这个千达婆王来到了这个释迦牟尼佛禅定的这个洞口，然后呢就是他开始弹琴这个乐音，就是苗音，这种苗音呢，就供养呢，就是佛陀。供养佛陀的时候，当时迦叶尊者呢，就是在从禅定当中出定，然后呢，后来这个释迦牟尼佛也是在这个从这个当然本来佛陀呢，没有什么入定出定的这种现象，但众生面前呢，就是佛陀也是有时候打坐啊，有时候入定啊，有这样的这种形象。那么佛陀也是在现象上呢，就是开始入定，进行赞叹，就是这个歌声进行赞叹呢，就是苗音。所以我们平时不管是在这个汉传佛教，或者是这个藏传佛教，就很多高僧大德呢，就是也是是通过这个音乐啊，通过一些这个歌舞来这个吸引，就是我们很多众生的这种这个心，然后就是他的这个心已经吸引过后呢，就是精心对他就是灌输这个佛教的教育，就是也是有这种现象啊。比如说我们以前上师如意宝在世的时候呢，就是每一次这个夏天的时候就应该说是正好这个现在的时候吧，就是大家呢就是在外面的这个草地上就是多唱一些金刚歌啊，跳一些金刚舞啊，就供养这个诸佛菩萨。当然这个跳金刚歌和金刚舞的就是跳金刚舞和这个唱金刚歌的那么他的谜语和深深的奥义呢，就像我们孟仁波切在有关论点里面所宣说那样有深深的这个谜语。从表面上看呢，也是对人们来讲是有很大的这个利益。比如说我们今天呢要宣讲这个佛法的话，那就是不一定来很多的人了。然后如果我们今天呢有一个佛教的什么音乐会啊，佛教的有一些演唱会啊，那个时候呢就是成千上万的人呢都会这个集中在这里。我们原来开一些法会的时候呢，附近的一
些老乡也参加的不是特别多的。然后一说是我们在这里呢，就是跳这个金刚舞的时候，那就是城墙上往的人来到这里，你们的这个什么金刚歌什么时候这个唱啊？就是我可不可以参加？我也想唱一唱，我也想跳一跳，很多人都特别喜欢。说以前那个，在新加坡的时候呢，在新加坡呢，也经常有一些这个佛教团体啊，就是通过这种三教方便方法来，这个利益众生啊，就很多的佛教团体都是，也是以通过这种方式来说。我们一恒呢，也不一定是所有的有些这个行为呢，全部是按那个《小乘别解脱经》里面所讲的那样，就是唯一的一种行为，来这个摄受众生。当然，对有些。真正是我忘记了自己的，也就是说舍弃了自己的，完全是利益他众的一些大菩萨的行为呢，可能我们一般人不一定是能这个接受。但不管怎么样呢，他有特别深深的一些这个秘密，就是通过这种方式来让很多的众生呢获得这个快乐。平时呢，他在生活当中呢也心里的烦恼也很深重，很痛苦。但是当他听到一些佛教的应语啊，当他就是获得了这样的这种这个佛教的情景的慈悲的这种这个感受的话呢，那么就是马上这个熄灭自相续当中的这个烦恼。所以说呢我们有时候呢就是可能对有些高僧大德啊，对有些人的这个行为呢，就是完全不能以这个我们的一些当然按照小乘自解脱或比别解脱的观点来讲呢，这个出家人呢也不能唱歌跳舞，就这一点大家都应该清楚的。所以一般的出家人呢，就是你完全是以世间的歌舞来这个吸引人的话呢，这个也可能不太好的。但是有时候呢，就是通过这个佛教的一些歌曲啊，就是通过佛教的一些妙音来帮助这个众生呢让现在包括这个像台湾呢、香港好多的一些个性呢。他们都是唱一些那个观音心珠啊、阿弥陀佛啊，还有一些大悲珠啊、这个心珠啊、什么这个心经啊等等等，就是有很多的这种这个佛教的有关这个内容给大家这个唱诵。这样的话呢我们平时也看见不信佛教的人呢，就是在这个车里面的是经常放这些这个音乐啊，实际上对他的相续当中呢也是这个播下一个善根，就是我觉得很重要。所以有时候发心特别大的话呢，那么就是自己不管怎么样呢，就是对众生也是有利的情况下呢，也可以这样做啊，就是可以这样子。我听到那个海涛法师的话呢，他到日本去的时候呢，有些人给他讲，就是我们去这个卡拉 OK， 就是他说我出家人怎么不能去啊？后来他们说去没有事。后来他说好，那我也去吧，我去，最好你们不要告诉别人。就是他去了以后的话，那就是给别人就是给什么这个很好的一些粘着啊，然后给他们就是给一些法本啊，逐渐在这样的这个言语圈里面的有些人呢，也相当一部分已经就是就带入我们的这个佛教这个团体。所以我们有时候这个佛教的这种怎么说啊，就是你他的心特别重的话，那当然在这个某些情况下某些场合当中呢，也有这样的这个开许和方便方法。但是我们有些这个自私自利的心呢，就是贪心嗔心，尤其是对自己的一些恶念习气没有这个断除，反而自己没有报我的话呢，恐怕也不去好一点。你原来呢好很想那个度化众生，你就自己像这个到这种场合里面去了，就是结果你自己也是沉溺在里面，然后你自己呢就是无能自拔的话呢，那就很可怜。就是所以说有些人呢自己想发心，就结果呢就是在发心过程当中呢就是失败，就是也有这样的。这方面大家应该注意，不管怎么样呢，我们要观想的时候就是十方诸佛菩萨呢应该这个随处都在，然后我们在这个自己的依靠以我发愿力量呢就是以愿意的这种歌声就是献上诸佛菩萨，让所有的众生获得快乐应该这样来这个发愿。那么下面第二个发愿呢是颂词当中这样说的：唯愿真宝华如雨虚降临，一切
妙法宝，临他佛身前，他这里的意思呢，就是说还有我们要同时发愿世间上的各种各样的比如说玛瑙啊、双护啊、松石等各种珍宝的这种这个各种珍宝、各种鲜花的玉呢，就是降临。不断的降临，就是并不是一次二次或者偶尔性的，是永远的、恒常的、不断的这个降临在什么地方呢？就是降临在这个一切这个三宝所依的法宝面前，一切这个三宝所依的这个佛塔啊，就是佛的这个灵塔，也可以说佛塔。还有呢，就是在佛像面前，我们在这里呢，就是代表这个佛的身体呢，就是佛像；代表佛的这个心呢，就是佛塔；代表这个佛的语言呢，就是这个法宝啊，就是法宝。所以呢，我们也随时的是要观想法缘，观想法缘呢，世界上的这个无数的这种供品啊、鲜花啊，以及呢就是珍珠等等，这样呢就像是天上降下来的这个雪花纷飞一样的，就变成就是各种形象的供品，让永远的、恒实的就是降临或者飘落在这个三宝所依面前。那么这里的三宝所依呢？大家也应该比较这个清楚，比如说他这里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法宝啊，所谓的这个法宝呢，实际上是从内容上和言辞上，就是用量方面来讲的。从言辞上的话呢，我们这个所谓的三藏十二部啊，就是三藏十二部以及后来的高僧大德们造的这些无数的这个论点啊，就这些都是包括这个教法里面啊，就是包括教法当中。那么这个教法当中呢，就是现在我们经常就是看见，就是一些佛教这个图书馆里面的有关经书啊、论点呐，包括现在这个人们就是在这个佛教场合当中发现的一些有佛教内容的一些 VCD 啊、DVD 啊，还有一些软件呐、光盘呐等等，全部呢就是我们可以包括在这个这个教法里面。然后所谓的这个正法呢，来自我们现在这个凡夫人的相续当中升起一刹那的心性、一刹那的悲心、一刹那的空性正见，一直到这个得地的菩萨，然后呢就是佛陀的相续当中的大悲无缘、无缘大悲和这个无缘智慧啊，就是大悲智慧的这样的这个境界呢，全部包括在什么这个正法当中啊，就是正法当中。那么所有的这个佛法呢，就是可以说是就是教法和正法，就像释迦论师在《俱舍论摩诃》这个偈颂里面所讲的那样，就是佛陀的这个所有的这个佛法呢，就是可以包括在这个教法和正法当中。那么这样的教法和正法呢，不管是在任何一个地方呢，我们也应该就是发愿，就是这些这个教法正法呢，就是永远的就是驻留在这个世间当中，而且呢，就是有无数的这些供品呢，就是经常在这个教法面前呢，就显现以后的话呢，就是让有无数的众生呢，就是也就是依靠这个教法和正法，就是自相续当中获得了这个利益啊，就获得了利益。所以我们现在弘扬佛法，就是弘扬佛法的话呢，应该大家要向得到，始终都要向得到。向得什么呢？就是所谓的这个佛法只有两个，一个是教法，一个是正法。所谓的教法呢，就是文字上的东西，或者是从那个词句上的这些东西，就是教法。如果这些没有的话呢，你看当时在这个中国有些文革期间的时候啊，就是基本上所有的禁书和一些论点都毁坏了，那个时候的所谓的教法呢，就是受到一定的损伤啊，就损害毁灭，就是也可以说是一个历史性的毁灭。那么这个那个时候在正法当中呢，就是受到毁灭没有，当然有些人可能深信戒呢，也有这样的，但也有相当一部分的新的相续当中的这种对这个佛陀的感恩之情呢，对众生的悲心呢，或者说对这个佛法的这种精解啊，就根本没有这个没有丝毫的这个瞬间，没有丝毫的这个减少，这种情况有。那么在这种情况呢，可以说是教法受了一定的损害，但是正法呢也有就是有相当一部分啊，就是可以这样讲。那么我们现在来讲呢，在有些道场当中呢，既有这个教法，也有这个正法。有些地方呢，虽然有什么大藏经啊、轮主啊，就是全部都拜得正正经经，但是呢，人们都是不
没有去研究，没有去参与，没有去这个修行，没有去修行的话呢，教法是有，但真法呢就是没有的。所以我们以后呢也应该说是弘扬佛法的话呢就是当然你印经书啊，刻光盘啊，做这些呢就是也是一种弘扬，但是最关键的自己也要懂到这个佛法的道理，就这一点很重要的。自己懂到以后呢，仅仅自己懂到还不行的。我自己懂到的这种这个境界的话呢，尽量的传给有缘的众生了。我们每一个人的身边呢，实际上是有很多很多的一些具有善根的人了。具有善根的人面前呢，哪怕是你给他讲一点这个阿弥陀佛的这个修法或者说是讲一些菩提心的功德，或者讲一些这个基本的一些佛法的注意的力量啊，这样逐渐逐渐他的心的相续当中有一些改变。那么所谓的这个改变这一点呢，我们可以称之为是这个真法。所以呢平时我们也在讲，就是所谓的这个弘扬佛法呢，你不一定要非要在一个法座上，或者是依靠举行一个特别隆重的仪式啊，不一定是这样的。实际上是每一个人的这个身上呢，就是起一点，就是或者他的这个心理呢，就是有种改变，原来是恶人，现在变成善人，原来对佛法有成见，现在对佛法有正见。那么这样的这种这个怎么说啊，就是方式呢，就是我们可以叫这个弘扬佛法啊，就弘扬佛法。所以呢不管是你是什么样的这个佛教徒呢，就是我觉得是弘扬佛法的机会是都有的，只不过是有些人呢就是不运用而已啊，不运用而已。所以他这里就是所谓的妙法应该这样理解。然后接下来就是讲那个灵塔，就是佛塔，就是他这里这个刚才就是一个是教法，一个是这个佛塔。那么这个佛塔呢我们也平时知道这个比如说按照密宗的观点的话呢，那么十轮金刚佛塔啊，就是我们这个大梵王坛城啊，坛城佛道还有像密集金刚佛塔等等，就是有许许多多的一些这个密宗方面的一些坛城啊，佛塔啊，就是这方面也比较多。然后按照那个先宗工程的这个佛塔的话呢，就是这个佛经当中经常这个所讲的有八种这个佛塔。那么八种佛塔当中呢，第一个我们经常说的是莲华塔。实际上莲华塔呢就是当时释迦牟尼佛在宁比利花园降生，就是降生以后呢就是整个我们这个世界当中就是佛陀就是出世啊。就后来呢就是金梵王就是为了这个纪念佛陀的这种诞生就是然后在这个宁波的花园呢，就是造了这个佛塔，就这个叫做是这个莲花塔还有呢，就是叫这个第二个佛塔叫做是这个菩提塔，就是菩提塔呢，释迦牟尼佛在那个印度金刚座就是先前这个成道。就称道就是降伏四魔就是获得了就是大彻大悟那么这个呢后来就是尊称王当就是为了就是纪念就是佛师尊呢就是当年的这种成就就是证悟就建了这样的这个佛塔人们呢也称之为叫做降魔塔就是这叫做是这个降魔塔。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说这个转法轮塔，就是转法轮塔呢佛陀称道以后在过了这个49天以后呢就是到这个印度卢义院为这个五比丘为主的众生宣讲了第一个四谛这个法轮呢，就是整个事件当中呢就是传向了这个法故，就是也可以说是这个佛法呢就是就我们只是这个娑婆世界的也就是说释迦牟尼佛第四佛的这个佛法呢，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那么这个这个为了纪念这一点，就是所建的佛塔呢，就是叫做是转法轮塔，也叫做是这个吉祥门塔，就是吉祥门塔。所以这是这个转法轮塔。那么第四个呢，就是叫这个僧辩塔。僧辩塔呢，当然我这里呢就是今天我没有其实我每一个人呢就是应该把这个佛塔就是拉出来也可以，但是到时候给大家也应该有通过各种方式来给大家可以看一看吧。就是原来上师心地的后面呢有这个八大佛塔，就其实我们印经书的时候有时候呢在这个八大佛塔就是架在里面印在里面的话呢，
实际上修八种佛塔的这个功德也有，这样的话，那么这个刚才所谓的这个身边塔，就是身边塔呢，释迦牟尼佛在这个舍卫城相父，就是外道的这个鲁达本寺之后呢，就是获得了这个胜利，就是获得了胜利以后呢，就是尼扎波国王等等，就是他们呢，就是建造的这个佛塔叫做是这个身边塔，然后第五个就是天降塔，所谓的天降塔呢，佛陀就是到了这个33天为母亲塑大乘佛法，后来来到人间的时候呢，就是人们就是为了纪念这一点，然后塑造的佛塔呢，就是叫做是天降啊，就是天降塔啊，也就是叫做这个天降塔，还有一个叫做这个赫赫塔，就是这第六个佛塔呢叫赫赫塔。那么赫赫塔呢，就是在这个曼加达地方，这个佛陀为提婆达多为主的一些人告这个这破获和圣，就是然后呢，就是这个僧众赫赫以后呢，就是所建的佛塔叫做是这个赫赫塔。第七个佛塔叫做是尊胜塔。尊胜塔呢，释迦牟尼佛要接近涅槃的时候当时这个很多弟子在佛陀面前请求，就是不要这个涅槃。佛陀呢，就是告诉大家，那你们这个给我建造一个尊胜塔，那么尊胜塔呢，就是代表我的这个法身，现在我们就是在汉地也好，在很多地方呢，就是有这个佛塔，就是叫做是这个尊胜塔。那么第八个就叫做是这个涅槃塔，涅槃塔呢，就是释迦牟尼佛最后就是最后呢，就是在这个居鲁那城，就是居鲁那城这个现世涅槃的时候呢，大家呢就是也是为这个佛陀的这个纪念吧，就是造的这种这个佛塔，就是这叫做是这个涅槃塔。除了这个以外在这个佛塔呢，从这个历史上看呢，也是有许许多多的佛塔，所以我们在这些佛塔面前呢，也应该我们见到这些佛塔的时候呢，也应该这样想，就是这就是代表这个佛陀，而且佛陀呢就亲自开许，就是造这些这个佛塔尤其是我们现在藏传佛教当中塑造的这些佛塔的话呢，实际上这个佛经当中是有特别好的一些那个怎么说就是有这个记载的就是有佛经当中有这个记载的，然后它的这个形状它的这个尺寸呢，这些都是非常的这个如法就大家看见这些拜塞的塔呢，就不要认为这里有个拜塞的塔，哪里有个拜塔，这个不论怎么想，就是这就是代表这个佛陀。我们现在可怜的末法时代的众生呢，看见真正的佛陀是没有办法的，但是佛陀在有关这个经典里面比如说这个有转佛塔经等等，这些经典当中呢，都宣讲了这个佛塔的种种功德种种功德。因此平时我们这个佛塔的形象呢，就是多种多样的。汉传佛教也有汉传佛教的一些佛塔，比如说像那个斯里兰卡，还有一些像那个印尼等等，就是这些呢也有不同的一些这个佛塔的形状。那么这些的这个形状跟现在泰国的一些佛塔的形状呢，也是比较相同的。那么不管是你什么样的这个佛塔呢，都有一定的这个历史的依据。比如说以前阿育王那个他发心就是造这个84000个佛塔，那么这些佛塔呢，就是就很多地方的这个佛塔的形状呢，不一定是相同的，但实际上呢，就是跟这个佛的真身呢没有什么差别。同时呢，我们也应该这样这个像，就是凡是世界上的这个佛塔，在这个画像上也好，真正这个居住的地方，这些都应该就是像这个供养。顶礼就这是对我们修行人来讲是非常的重要。看见一个佛塔呢，就是你马上那个戒下帽子，你马上合掌顶礼这样对你来讲这个功德相当大尤其是现在这个中国来讲呢，就是在北京有这个佛牙舍利塔，就是佛牙舍利塔的话呢确实是就是佛陀的真正的这个佛牙呢，就是就装在这个里面，就是从历史上看呢，这是稀微的难得我们这个有机会的时候呢，应该朝拜发愿，就是
这也是很重要的。还有那个法门寺的这个佛智舍利啊，就是佛智舍利呢，也是是极为这个难得的。除了中国的这两个以外，现在斯里兰卡有一个佛牙舍利，除了这个以外还是很少的，就是在世界上是很少的。因此呢，我们就是遇到了这些这个佛塔的时候呢，大家也应该就是在这个佛塔面前就是供献花、供穗啊，或者说自己这个地名啊，如果这些机会都没有的话，那心里就念一些供养咒啊，然后呢，就默默的这个祈愿发愿，让这个世界的所有的这些鲜花、珍珠当贡品呢，就是在这个佛塔面前进香啊，经常这个出现，就是让无数的人们就是朝拜这个佛塔供养啊。当然现在呢，就是有很多的一些传承上师的一些祖师的灵塔啊，就这个也比较多的，所以呢，我们经常到一些寒地的时候啊，在寺院当中呢，就是很多那个寺院的主持人啊，或者是寺院的一些这个高僧大德的这些灵塔呢，就是也在这个寺院的不同位置上有那么不管是我们什么样的传承呢，就是你遇到了这个，比如说你藏传佛教的人呢，到了这个汉传或者汉地的时候，你看见那个汉地的那一个住持的佛塔呢，你也应该顶礼，就是顶礼朝拜。然后汉传佛教的一些高僧大德也好，或者是一些居士，你到了这个藏地啊，就是你去这个藏地的时候，在藏地呢，如果这个随处都看见一些这个白色的佛塔，那么在这个时候呢，你也应该这个合掌顶礼啊，就是因为这个造佛塔的功德也是相当大的。以前上师如意宝有一年，就是不知道哪一年我忘了。他老人家也发愿，就是我们这个世界上呢，马上大家这个发愿也修10000个这个佛塔。后来因为当时上师的发心力量是非常大，不像我们那样就是发完心以后呢，就是各个地方就是发心，就是10000多塔，就是很快的时间当中呢，就是在这个已经这个就是成功了，就是所以现在呢，我们到哪里去的话呢，可以说在当年这些造的这个佛塔呢，就是哪里都这个看得到，就是在哪里都可以看得到，就是在藏地来讲也是这样的。所以这就是我们这个供养的这个佛塔。然后后面还有一个叫这个佛像啊，就是佛圣，就是宋词里面说的佛像，实际上就是佛像。那么这个所谓的释迦牟尼佛的佛像呢，应该说是当年这个佛陀在世的时候，有一个这个斯里兰卡的一个美女啊，就是这个美女呢，就是叫做是这个昌嘴嘛，就也叫做是什么这个真满啊，就是 Madhagam Chandri， Madhagam Chandri 的话呢，应该就真满吧，真主的真，就是饱满的满。那么真满美女呢，就是当时那个祈求佛陀以后呢，佛陀开许呢，就是画这个佛世尊的这种像。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呢，就是有这个习惯，就是可以就是绘画啊，就是绘画。所以这个佛像呢，当然是有这个雕刻的，还有一些这个塑造的，还有一些绘画的，就是多种多样的啊。就是现在一些商场里面去看的时候呢，大家都知道，就是也有唐卡，也有一些画像啊，也有一些这个雕刻的等等，就是各种画像。不管是你什么样的这个佛像呢，也是值得顶礼。就像亲友说的前面的偈颂里面所讲的一样的，我们这个智者的话呢，对真正的佛陀不用说了，就是佛陀的这个画像啊也应该值得顶礼。真正的这个佛的画像呢，比如说这个佛像啊，佛陀在世的时候的这个佛像呢，当时佛陀25岁的时候的一种这个像啊，就是怎么说啊，就是像那个佛陀的这个是25岁的这个像那样制造的。当时那个就是画家所制造的呢，就是在这个杜水天，就是人们有这种历史。然后佛陀12岁和8岁的这种像啊，就是这种像呢，就是当时那个非常出名的一个叫做是这个一个工巧师啊，就是工巧师叫做是伽玛不朽啊，就是伽玛不朽，他塑造的这种两尊这个佛像呢，就是现在分别为拉萨的大昭寺和小昭寺。那么这三个佛像呢，人们都说是佛陀亲自已经这个开光的啊，就亲自开光的，所以呢，人们朝拜的话呢，实际上跟这个佛陀没有什么差别。我看见以前的一些历史书里面呢，还说有一个叫做檀香佛像，就是听说这个以前在北京故宫里面，不知道现在是怎么样。以前很多历史，里面呢就是写的是，比如说包括这个弘誓的注释里面啊，都写的是在北京故宫当中。
那么这也是人们说是，是这个佛陀亲自开光的，啊，就佛陀亲自开光的，有这样的这个说法啊。那么不管是佛陀亲自开光的也好，或者是佛陀开示的，后来我们现在这个看见的这个佛像啊，大家呢也应该看了以后，不要看着是一般的这种像啊，一般的一些画啊，就不能这样像，一定要像这个跟这个佛陀没有什么差别。法缘呢，让世界上的所有的这些美妙的公平，永远都呈现在这样的这个佛像面前。如果我们这样发愿的话呢，其实我们很简单的事情呢，实际上也造了这个极大的善业。也就是作为修行人来讲，随时都应该这样来这个发愿，就是这一点比较重要。那么下一个这个供养呢，就是第五个供养，也叫做是这个无常供养。无常供养，在这个颂文当中是这样说的：犹如妙计祥，昔日供诸佛，无以入室供，如来诸佛则。那么意思就是说，像这个妙计祥文殊菩萨，和普贤菩萨，以及弥勒菩萨、观世音菩萨等等，佛陀教法下面的八大菩萨为主的所有的这个菩萨、阿罗汉、圣者等等，他们呢？就是对这个佛陀是怎么样这个供养啊，就是他们对这个佛陀怎么样供养。那么我呢，作为发菩提心的我来讲，我也是也应该如此的，如实的，向这个诸佛菩萨面前就是供养啊，就是这样啊，这个叫做是无常供养。为什么叫无常供养呢？那么它的功德是相当大的啊，就是功德是这个一般的这个供养呢，就是根本比不上它。所以我们经常呢，有些人可能这个所谓的供养呢，哦，就是所谓的供养啊，就是在一个红包里面就是放一点钱，就是给上师，或者说变一点像，就是这就是供养啊。实际上我们没有好好学习佛法的时候呢，就经常对这个佛教的基本的道理呢，就是不太懂啊。人们看起来是所谓的供养很简单啊，我懂供养，懂供养，供养没有什么可不，没有什么不懂的，但实际上。最简单的所谓的供养呢，可能不会动的。为什么？我们前面的身供养啊、法缘供养啊、衣环供养啊，这些呢，可能好多人想都没有想过啊，就好多。然后供的方式是什么样的？供养的时候法性是什么样的？他的供养的对境是什么样的？那么供养的目的是什么样的？这些都好多人不会动的。如果你没有动的话呢，那么你所谓的这个供养呢，根本不动的。因此在这里呢，所谓的这个无常供养，无常供养的功德呢，也是无法言。所的就是相当的大。为什么这么讲呢？比如说像那个文殊菩萨的话呢，在这个佛教当中是这个智慧第一的这个文殊菩萨，也就是说诸佛菩萨的所有的智慧的终极呢，就是文殊师利菩萨。那么文殊师利菩萨的禅底呢，他的功夫啊，他的等他的什么这个种持力啊，还有这个智慧啊等等，都是无与伦比的啊，就是他的这种供养的方式和他的供养的功德呢，就是我们一般凡夫人也是无法这个就无法这个比较的，就是没办法比的。比如说文殊菩萨如果供一朵花，就是供一朵花的话呢，那么就是他当时的发心，他当时的方法呢，肯定不像我们供养那样的啊，就是不像我们供养那样的。然后这个普贤菩萨供养呢，我们前面在有些讲义当中也给大家讲过。所谓的这个普贤运供，那么比如说这个我们自己的心口呢，就是发出这个或者普贤菩萨他的这个心口呢，就是发出无数的光，每一束光端呢，就是又出现这个无数的普贤菩萨，然后每一个普贤菩萨的这个心间呢，又发出无数的这个光啊。那么这些每一个光端呢，就是出现这个供养天女，和供养这个天子。那么他们如此也是无数的供品，就是向十方诸佛菩萨面前就是做供养啊。这怎样的供养呢？当然说是这个可以无量无边的啊，就我们凡夫人是无法想象，我们只有一个东西给你，就是这是一个供养，就是这样认为的。但是普贤菩萨的这种这个普贤云供呢，在华严经里面有详细的宣说，就是就无法这个相比的，应该是这样这个说的。那么文殊菩萨、观世音菩萨等等，他们的这种供养的功德呢，也是这个相当大的。那么我们凡夫人现在有没有这个能力？当然是不可能有的，就是作为凡夫人，是我们没有这个能力。
learning。 没有这个 learning 的话呢，那么我们的这个供养的功德要这个变成这个无常，那怎么办呢？我们心里面这样观想，文殊菩萨这么样观想，我也这样供养，然后普贤菩萨怎么样供养，我也这样供养，这一点我想是没有什么做不到的事情，应该能做得到的。这是我们凡夫的分别念当中也可以现得出来。就是没有什么就文殊师利勇猛之普贤回心于护呢，我们在这个回向的时候呢也经常这样念呢，就普贤菩萨怎么样回向我也这样回向。那么这个文殊菩萨怎么样回向我也这样回向的话，实际上很多的教研书里面，很多的这个窍诀书里面说，我们的这个同样的获得了这个普贤菩萨和文殊菩萨的三根的功德。所以我们应该想一想，我们一个人呢什么都不关心，光是把这个公平做供养，功德大不大呢？就是功德不大啊，就是功德不大。那么我们如果这个，比如说我早上起来，你们明天早上开始你一个供化供像的时候，你就这样想啊，文殊菩萨怎么样供养，我也怎么样供养。那么我的这个传承上师们呢，就是包括我们这个法王如意宝啊、历代的这些传承上师们，每一个佛教徒呢都有自己的这种根本上师啊，这些根本上师们怎么供养的话呢，我也这样供养，这一点是我像我们像我这样恶劣的人的分别念当中也是可以现得出来啊。就是这样的话，那这个功德呢，就是佛陀告诉我们跟这个功德是无量无边的。所以我们平时呢认为啊，我会供养，就供养没有什么可听的啊，就供养我会动的，其实不懂。真的有些佛教的道理呢，你没有长期闻识的话呢，就基本上不懂。你动了以后的话呢，就是在实际行动当中也会信次的啊，因为有这么大的功德，我们对佛陀是完全是信任的。他的金刚语当中既然有这样的供品，有这样的供养方法的话呢，那么我们是一定会是这样做的。就是我每一次这个供养的时候，比如说你见到你的这个上师啊，你见到你的上师的时候呢，就是你在一个红包里面，就是就是这个第一块钱呢、三毛钱呢，然后供养那个你的上师的时候呢，虽然是只是三毛钱，但是文殊菩萨怎么样供养，我也这样供养，会不会这样？你这样的话呢，实际上是这个文殊菩萨就是给十方诸佛菩萨面前怎么样供养，你也是有如此大的这个功德。如果你没有这样的啊，这个反正别人也供养，我不供养也不好意思，还是供养一遍吧，心里面也有这个虔诚心，也有一些这个不恭敬心呢、也有一些为难的这种心呢、不供养好像不好意思，就是还是供养一点吧。那这样的话这个供养的功德就没有了。就是所以呢，我想公平不这个公平大小呢，就是不在于，就是一定要你的方法上看我们这个平时呢，就是在诸佛菩萨面前也好，或者是高僧大德面前，在供养的时候呢，有没有这样的这个观想能力。这种观想能力呢，我想也不需要就是什么这个远离一切细轮的中观见呐、或者是一些密法的这个真见呐、密法的一些真我的这种真见呐，不需要这样就依靠这样的想法来可以这个摄持。而且呢，就是在报应经里面的这个教证的话，那就是很多论师认为是这是这个七地以上这个菩萨。比如说七地以上的菩萨的话呢，他表面上看的这个一朵花，但是这个一朵花呢，就是它变成这个就是成千上万的这种花朵，就是在这个佛陀面前这个供养的。所以我们有时候呢就是去那个殿堂啊，就是去这个佛像面前供养的话呢，很多人的境界是不相同的。就你也买一朵花，我也买一朵花，但是我供养的时候呢，我当时可能像我把这一朵花就是变成无数的花朵，就是供养诸佛菩萨。文殊菩萨怎么样供养，我也是这么样供养。你是当时这样想的话呢，那你获得的这种功德是就是无法言说的。然后另一个人呢，就是我卖一个花朵啊，就是我这一朵花就供养吧，就是就心里面只有这样，除此以外没有什么观想的话呢，那你只有一朵花的供的。甚至这个人呢，像是我今天供养一朵花，让我这个快乐啊，就是让我什么那个身体健康啊。因为那个人呢，我们原来也见过，就是为了天下无边的一切众生而供养的话，那这个供的是完全是不相同的。所以我们学习佛法呢，有时候觉得确实不要说一些大的这个真见方面呢，就是一些高的这境界方面不说了，我很简单的一些供养啊、布施啊、持戒啊，在这些相相细细的问题上呢，很多人都不懂啊。因此现在的人们呢，就是特别需要学习佛法。
法。如果你没有学习佛法的话，口口声声说我是已经这个佛教徒啊，我是这个如何如何啊，这个了不起啊，实际上在自己的言行举止当中根本没有做如法的这个行为啊，就是没有做如法的一些事情。所以这是这样这个无上供养，大家呢作为一个大乘修行人来讲，是应该就是平时的做这个无上供养呢，应该能做得到的，就是大家不要忘。下面讲的是第六个，就是旃檀这个供养啊。旃檀供养呢，是宋词当中是这样讲的：我以海草饮，旃檀供的海，圆苗旃葛云飘零碧等前。他这里的意思呢，就是主要是以旃檀的这种歌声啊，旃檀的一些音声呢，就是供养具有像大海一般的深刻意的无量无边功德的诸佛菩萨面前。那么我这样的这种供品呢，这样的这种歌声呢，永远都是就是变成那个吉祥的这种旃葛的韵啊，就旃葛的韵，永远呢就是飘落在这些诸佛菩萨面前。我们心里呢也是这样想，然后呢就平时就听到了一些这个歌声啊，听到了一些什么就是一些音乐的这种声音呢、啊。那么这种声音的时候呢，也应该这样去这个观想，就是观想也可以，或者呢在自己就是有时候自己这个伤者比较好一点的这样的人呢，就是在这个诸佛菩萨面前，就是经常就是唱一些这个这瞻仰三宝的歌啊或者是瞻佛歌啊，就是等等，就是这些可以这个延长啊，就是延长以后呢，实际上自己也获得很大的功德啊。就现在有些外面的一些佛教徒就他自己这个生意比较好一点的人呢，就经常看见一个上师，哎，上师啊，我以前是在什么什么地方唱个歌，我要不要再给你面前唱个牛心歌？那你牛心歌不知道上师生不生欢喜也不好说。不过有些人的现在，牛心歌和三宝歌也是分不清楚，就是现在凡是这个听到一些，有些这个佛教徒呢，就是太过于的执着，比如说我们这个VCD 的前面呢，就是放一些佛教的音乐的时候呢，不要听，不要听那些牛心歌，不要听，他们什么叫做牛心歌都不知道，也有这样的，有些人可能就是根本分不清楚，就是这种也有。但实际上呢，不管是什么样的音声，你只要这个心清净，然后对这个十方诸佛菩萨也好，金刚上师升起欢喜心的话呢，就是也有就是非常大的功德啊，就也有非常大的功德。因为这个所谓的三宝呢，实际上是就是非常殊胜的对境啊。在三宝面前呢，我们怎么样的这个供养呢，就是有一定的这种这个力量啊，就是有一定的力量啊。在宝灯经当中啊，就是宝灯经当中呢也是这样讲的，就是无垢的这种供品啊，就是无垢的供品呢，在这个三宝面前供养的话呢，就是圆你就是四摩，很快的时间当中获得了这个菩提啊，就是在这个佛经当中也是这样讲的。然后在地藏经，我们这个藏地的地藏经里面是有的，汉地地藏经是又是有，但是我里面有没有这个教宗我没有发。那么地藏经当中呢这样讲的，就是所谓的三界的快乐呢，就是全部是以这个三宝的这个力量而产生的。那么实际上想获得幸福快乐的人呢，一定要这个供养三宝啊，就供养三宝。当然供养三宝的方式呢，你如果这个一切这个海草饮，就是海草饮是在这里呢就是意思就是说呢就是这个就无量无边的，就是大概是从这个时间上也好，或者从方向上呢，就是无法衡量的，无量无边的。那么这样的这个音声来进行供养，就进行供养的话呢，那这个供的是无量无边的。同样的道理，你不管是从这个你的音声也好，或者是你的行为也好，你的心理也好，或者一些供品啊，凡是在这个殊胜的三宝对境面前做这样的供养，有不可思议的功德。因此我们平时自己有一些供品呢，自己有一些能力的时候呢，应该有一个纯洁的信心来供养三宝啊。供养三宝是很重要的啊，如果没有供养三宝，就是平时我们这个供给自己的入神呢，供给这个或者没有什么意义的这样的对境的话呢，我觉得是就是不太合理。就是大家自己有这种能力的时候呢，哪怕是就是一个特别小的一些供品呢，
你看见这个佛像的时候呢，就是去恭敬供化啊。我看见汉地的很多寺院当中呢，真的在这个佛像面前供化啊、供香啊，那这种现象是相当多的。有时候看起来呢，啊，真的，虽然他们有时候有些人呢，就是发愿可能不是特别的这个好，就全是为了就是自己的这种暂时的一些这个利益。但不管怎么样呢，在佛陀面前呢，就是皈依啊、供养啊、定力啊，这个功德是就非常大的，因此呢，应该值得随喜。那么下面是第七支供里面的，就是供养持已经讲完了啊，就是供养有这么多的这种方式已经讲完了。接下来过后呢，就是七支供里面第二个就是顶礼制啊，顶礼制呢是宋词当中这样说的，华神微尘数匍匐我顶礼，三世一切佛真法最甚神。那么这个呢，我们在顶礼的时候呢，应该这样观想，所有的这个诸佛菩萨面前呢，就是把自己的身体，不应该观想一个人在这个顶礼啊，就在有关经典当中也这样说的，我们在顶礼的时候，把自己的身体呢，就是化成这个无数的微尘的数量啊，就也就是说是无量无边的自己的这种身体，无量无边的这种身体呢，就是在这个具有无量无边的功德的诸佛菩萨面前，就是身体也语言性全是相当的恭敬，而这个顶礼，而就是恭敬的顶礼。那么他这里顶礼的对境呢，就是未来已经这个实现涅槃的这个佛陀诸佛菩萨，然后现在正在转法轮的，何来呢？就是即将涅槃的这些三世的诸佛这个菩萨，以及这个自己的金刚上师当当面前就是顶礼。然后这个真法的话，我们刚才前面讲的那样的这个教法和真法为主的时间当中，未来过去所有的这些真法面前顶礼，所有的这个大乘的像文殊菩萨、弥勒菩萨那样的大乘圣众，以及我们这个小乘四位比丘以上的圣众，包括呢就是所有的这个出家人，这样的这个圣众面前呢，我们也应该一心一意的顶礼。普贤行愿里面普贤行愿品当中也是所讲的，就是一僧什么一僧佛刹僧，一以便利什么刹成佛法，是吧？意思就是说呢，我们这个身体呢，就是就变成这个无数的这种这个身体，然后呢，就是在这个佛陀面前呢，就是以无数的这个顶礼方式来，就是进行顶礼啊，就是进行顶礼。当然，顶礼的方式呢，也有这个可长途的、可短途的，或者说平时我们这个汉传佛教当中的有一些这个顶礼方法都可以。但一般来讲，我们大乘这个什么大解脱经啊，大解脱经里面呢，所讲的我们这个现在藏传佛教里面的这个就是莲花合掌，就是莲花合掌呢，一般来讲就是这个两个竖掌呢，就是也并不是铁笼，就是稍微就是里面可以放一点这个放一个莲花一样的，就是这样的，这个莲花合掌，然后里面然后呢，就是身体就站起来的时候呢，就是身体要端直，就是平时说的是四种正，如果身体端直的话呢，就是脉端直，脉端直的话呢，风直，风直的话呢，就是心直，就是站起来的时候呢，就是身体一定要这个伸直，然后呢，就是在跪下去的时候呢，就是五体投地，就是五体的话呢，就是两个竖掌，然后两个膝盖和就是包括自己的前额，就是应该就是接触地啊，就是接触地，这样的由开始站起来，就是身体端直，由这样定力。那么这样的这个功德呢，就是相当大的啊，就是佛陀以前对这个阿难也是说过，如果你这样依此的定力呢，就是包括自己身体所压下，一直到乃至金刚地之间呢，就是所有的这个微尘数那样，我们也是获得了这个转轮王位的这个功德。但是呢，这个三个还是不会穷尽的啊，就三个还不会穷尽的。所以我们磕一次头的这种功德呢，就是相当大的。因此，我们在这个磕头的时候一定要如法的，如理如法是很重要的。不管是你磕头的一些行为也好，动作也好，这些呢，大家应该好好的这个学，就是一定要如法。以前不是那个
米拉日巴到那个什么这个欧巴桑是哪里去的时候呢？就是欧巴桑是当时正在给别人传讲二观杂学，很远的地方看见米拉日巴尊者在这个顶礼的时候，他当时对自己的弟兄也说，看这个人的顶礼呢，应该很像是马巴罗在上师的这个传承啊，就是他的这个顶礼的方式是相当好的。说我们平时呢，看见一个人的时候顶礼啊，就是看这个人是以前学过佛没有，就是如果学过佛的话，那他的真正的有些这个定理是非常如法的，有些呢好像这个定理呢就不知道他从哪里学来的，就是一些怪怪的动作，但是很多人特别喜欢表演啊，就是反正刚开始学佛的人呢，他自己会磕头的时候呢，哎，上师你坐在那吧，我开始给你磕长头。自己觉得是好像那个会磕头是非常好，那这样也可以，就当然这样也很好。不管怎么样呢，我们这个磕头的时候呢，就是大家还是如法很重要，就是如法很重要的，这样这个磕头呢有非常大的这个功德，这就是所谓的这个定力。下面还境界就是说，仅礼佛领他菩提心根本，也礼接审视堪博二舍利。那么我们同时呢，也应该定力这个前面所讲的那样的这个佛陀的这种这个灵塔啊、佛像啊、定这个佛塔啊，还有呢就是定力这个菩提心根本。他这里的菩提心根本呢，就是自相续当中身体菩提心的来源。也就是说，依靠这个大乘上师来升起的话呢，就是这个上师就是菩提心的根本。如果依靠一些大乘的法本来你的相续当中升起菩提心的话呢，那么这就是这个法本。比如说我们这个如菩萨心论呢，依靠如菩萨心论，你的相续当中升起菩提心的话呢，以后你看见如菩萨心论的时候呢，就是马上这个定力啊，一看到如菩萨心论的时候，马上这个在这个滚下去，就是在定力。哦，为什么这样定呢？因为这里有这个如菩萨心论这本书就是我相续当中升起菩提心的根本呢、啊。这样的话呢，别人没有什么理由就阻止你啊，就是。然后你看见一些，还有一些大乘的这个，比如说，一些殊胜的地方啊，就是包括我们这个拉众的话，我有时候经常这样想的，就是在自己呢，确实在这里也待的时间是比较长的，但是对佛法的一些微妙的这个真解呢，微妙的相信因果啊，对大乘的菩提心的可能能不能说得上也不好说，但是呢，对想死的这个菩提心呢，确实在这个身体里面升起来，所以呢，以后不管是怎么样，就是只要看见这个地方的时候呢，就是自己肯定很像这个定力的。那么有些经典里面这样的，就是这个菩提心的根本，不管是法本、上师，还有一些这个地方，同时呢，就是在自己的上师啊、上师降生的地方啊、转法轮的地方啊、缘起的地方呢，都要这个定力啊，就是都要定力。包括我们这个佛陀呢，就是刚开始降生的地方、转法轮的地方、成道的地方、最后涅槃的地方呢，都是有关佛经里面说是跟这个佛陀的真身没有什么差别，所以我们以后有机会，就是如果你去了印度，或者说在这个这些地方的时候，凡是佛陀的这种现实各种各样的一些弘法利生事迹的地方呢，都要去听你。然后我们这个一些高僧大德们呢，就是你的这个上师们、你的传承上师们呢，在哪里这个弘法的道场啊，这些呢，我们也应该值得听你。为什么呢？在我们的相续当中获得了这种智慧的力量，这就是来源。就是他的这种源泉，所以呢，我们也应该，值得定力啊，就值得定力。同时在这里呢，也应该定你就是戒圣士。戒圣士呢，就是他这里就是，比如说有些人呢，就是孜孜不倦的这个心思解脱知识的一些这个修持密法的大成就者啊，就是大成就者。那么这种大成就者面前呢，不管是你学密宗的、学宪宗的，凡是这些大成就者呢，我们也应该值得定你的。那么有些人像我作为一个出家人，可不可以定你一些在家的这个大成就者，可不可以定你呢？当然，按照一些宪宗的，比如说这个《梵网经》里面呢，已经说了，就是出家人是不能定你，就是在家的国王啊、自己的父母啊，就不能定你。然后呢，这个《涅槃经》呢，就是《涅槃经》第六卷里面呢，也说了，就是说是这个出家
家人呢，就是对这个在家人是不能定义的。还有四分律仪当中呢，也讲了，就是出家人是对这个白衣这个，也就是说在家人呢不能定义的。但是呢，我们这个密宗的十轮金刚当中呢，也是这样讲。一般来讲，我们这个出家人是就是值得所有的这个人的恭敬。恭敬定力之处，就像碎念三宝经里面所讲的一样，碎念就是恭敬定力。但是如果在家人他的成就的境界相当高的话呢，那么就是即使出家人呢也可以向在家人这个定力。所以有些人呢，你这个在家身份的一些上师啊，这样的话呢，那他是不是真正有一些境界？如果真正是了不起的大成就者的话，那就是作为一个出家人，在上师面前，在你的这个在家人面前也是可以定力。不过上师的话呢，在按照其他的这个有些毗拉耶经里面也是说了，就是比如说以前你的这个上师后来这个上师还俗了，还俗以后他现在在家乡的时候呢，你也可以在这个上师面前定力，就是这是以前在有些戒律当中呢也有这样的这个说法。但按照密宗的角度来讲，是这个是必须要成就者，这不是成就者的话呢，你就作为出家人呢，不能向那个在家人，定力啊，就是不能向在家人定力。如果成就者的话，那就是也应该可以定力的意思。那么这里这个堪博阿舍利，所谓的堪博呢，就是在这个华曼轮当中也讲了，就是对自己传比丘戒和萨密戒的啊，就是这种法师呢，就是叫做是亲教士，也叫做是这个这种上师呢，叫做是堪博，就是这种法师。同时呢，也定力这个阿舍利，阿舍利的话呢，密宗的所有的金刚上师也叫做是阿舍利。显宗当中的话呢，就是这叫做是贵凡士。比如说我们这个什么这个忏悔的上师啊，传讲佛法的上师啊，或者是给你传一些戒律的上师啊，皈依的上师，都包括在这个阿舍利当中。因此呢，我们这个世事的应该就是向这个自己的上师啊，就是传承上师呢，也应该定义啊，就是这个意思。啊，今天讲到这里吧。Sunandai tanche bhubari atana ide jamanvasi Jirgana jirano chupai Chupun tunen dhova dhova sya Maha bandhangara banna asadarda Maha bandhangara banna asadarda Om Mani Padme Hum।